哎，各位大家好，我是麦丹，是这个 PDK 斯里格米朗的主席。那 PDK 斯里这个我们叫 PDK 修红，就是伯姆利汉达拉姆 community， 这个呢是一个特殊儿童中心，是属于半政府资助的中心，是专门负责照顾这些唐氏儿或者有学习障碍或者自闭的儿童。那由于这个资金有一半的资金是来自政府赞助呢，那么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居銮社区热心人士的一些赞助。那主要一些费用是用来经营，让我们这个中心可以更好的经营。目前来说，中心已经容纳53位学生，这53位学生包括9名是来自无法自行行动离开家里的，所以我们中心的这九个老师呢，每个星期天就会安排时间到他们的府上，为他们给他们一些治疗啊，以及让他们有一些活动，以及教育他们的父母如何更有效的可以教导他们的孩子。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每个星期一至星期四，这些中心是开放给这些小孩子来这里学习自立，以及说做一些手工艺品，包括做卡贝啦，这些让他们学一技之能，好让他们以后长大可以是自力更生，或者有一个智能可以让他们可以增加他们自己的收入，不用说长期依靠他们的父母。所以呢，这个中心目前来说，以中心的场地是由政府提供，所以现在已经到了最就是的 maximum capacity 是53位学生。那么如果居銮的热心人士有什么更大的场所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联络我，那改天我们可以让这个更多的这些特殊儿童或者需要照顾的儿童有更好的空间。因为我们的账目是公开的，每一年我们都会给这个有 license 的 auditor audit 我们的账目过后，然后通过我们的账目，我们会做一个 proposal 跟政府申请基金，来让这个中心可以继续的运营。所以由于有半政府的资助，再加上本地人的资助，那么这个中心我相信以后可以为这个整个居銮社区带来更大的帮助。因为这些特殊儿童我们都知道都需要这些都比较长时间来照顾以及打理，所以通过中心的老师们可以让他们让父母可以更放下心来让他们学习以外，他们父母也可以很安心的出外做工。那其他应该大致上讲解应该就是到此为止，如果是有任何的详情可以欢迎你们可以联络我。谢谢。